Aduh, cuma dulu deh. Dia先调查上了大概十分钟的营地，现在是下午三点十分，中午11:50，调查了差不多3个小时20分钟。这是4人帐，那这是2人帐，女生专用。这爱就挺好，啊，然后那个下雨后，春天就到头，我觉得还得衣服新鲜，有几套啊？哦，这不阴天了？什么？这个帐不是阴天吗？阴天穿，那有几套啊？我的宝贝啊！一起这两边这都特别重要。